今天我们拍摄所有的道具全部是手工成。现在我们再布置这个场，然后最近一天的拍摄都在这里完成。嗨，大家好，你们好，我的名字叫姚石。这是我们好，然后我们要开始，第一套拍摄的化妆工作。今天我们拍摄要开始了。现在我们来选一套衣服，姚石你第一套，你可以在这个衣服里面选择一下。白色会有那个颜色比较大，所以你这穿上应该会特别适合。你最不敢尝试什么样的风格？你看我选这个衣服，你就可以知道我应该没有什么不敢尝试。挑一件你现在特别一眼看上的。就这套吧，我觉得很适合。OK， 那你现在去换衣服，我们一会儿见，拜拜。我们现在坐在这个场景里面，就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办法那么活跃了，被忧郁一点。这肯定要做好。裤子开裂忘记歌词，然后舞蹈跳错和舞台摔跤，最害怕表演的哪个事故？忘记歌词吧，因为其他三个都经历了。但如果你会忘记，你会怎么办？编一些歌词继续唱下去。但不会让舞台很尴尬是吧？那不唱更尴尬呀。下面朋友你们要唱吗？跟我一起唱，这样也可以。第一套已经结束了，现在来选择第二套的衣服。这个感觉很有设计感。裤子选哪条？这个吧，感觉蛮大的。好，那你可以现在先换一下，然后我们看看效果。OK。这个东西真的很激发人的灵感，感觉如果就能坐在里面，在自己的演唱会上开场，是一件极为酷的事情。可是我太大了，不能去。So go ahead and ask her for happy ever after.Nobody knows what's coming. 现在的姚石小哥哥已经化好妆了，我们去看一看他在干什么。怎么样，今天心情怎么样？什么？今天心情怎么样？心情。I feel so excited. Yeah. 分别用三个词形容一下对方。用三个词形容一下王哲的话，应该是可可爱爱，然后小王子，白里透红。对。形容一下第一次见到对方的场景。其实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微博上，然后在可能进场大概半年前吧，然后就看到他微博上面拍的照片。娱乐圈中你最想合作的前辈有吗？刘青峰老师。啊，你好。你穿的是什么武装？这什么？我穿的是叶子装。哇，怎么看不见？啊，拜拜。拜拜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哲。分别用三个词形容一下对方。帅气。清新，然后可爱。形容一下第一次见到他的场景。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，其实就是100个人全部进去一个地方，然后就是刚认识一下对方，然后觉得因为他那时候是长头发嘛，然后就很特别，因为那时候只有他一个人，然后他也特别帅，所以就是一眼就看到他。那觉得他台上跟台下差别大吗？我觉得没有，就是很火爆的一个性格。那有没有想吐槽的一点？就太会夸人了。那分别说一下，你觉得谁是听你的颜值 top one？颜值 top one， 我觉得姚石吧。那被粉丝推荐一件购买之后最心得的物品？可乐，好喝。如果出门的话要到多久？看情况，如果是见朋友的话可能5分就会出去了。那王哲认为姚石的拍摄技术非常可爱。那最新变成一个反串用语是？可想对粉丝说一句彩虹屁。啊，你们好可爱啊。嗨，现在去拍摄。Knockout, yeah, Ray J, Bob Brackens, yeah, 1-4-3, I'll make it yellow when we sexing. 这套感觉怎么样？我们第一套先结束了，然后来选第二套衣服，有没有一眼就相中的？这个吧，感觉这个别致。最不敢尝试是什么类型的衣服？没有。没有不敢尝试的。是吧？那我们一会儿见，你去换衣服，拜拜。
主要开始拍照的。哇，金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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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今天我们这边结束了嘛？有一些粉丝提问的问题，就是他们问你答应他的 vlog 什么时候可以结束？好了，其实应该就这两天就可以跟大家见面了。他们有人问，就除了 vlog 之外，还没有其他东西？当然有了，但是不告诉你们。就是今天后面有没有什么行程安排？除了出去之外，其实下面就会公布一些行程了，然后到时候分享的时候大家看是吧？可以先提前稍微说一下。是我的头按下来键盘上。然后今天我们已经拍摄结束了，然后最后的粉丝睡觉。好，那差不多几点了？你有没有对今天这个拍摄有什么感想？可以，希望下次我们可以在一起拍。那今天这个三套路是吗？你觉得你最喜欢哪一套？我觉得我喜欢第一套吧，比较有 feel。